帮他们。 打伤了，打伤了！突然找你！哎呀，没关系，还好我退役了，无所谓，麻一点也没关系。能听懂吗？六六六！啊，六六六！啊，这个枪打不出去。你不会不懂吧，是吧？不然能打一个，那包里全是物的吧？对，我说弹夹里没子弹。哎呀，没有车了，对方17爆，鸡歪，不油，干他！我操，喷子兄弟，不是这队，不是这队，不是那队人，就是这队，不是。有点爽，左边人都倒了。哦，兄弟，插门！保六个，我这里倒六个，兄弟们！别动，别动！OK，我闭。你屋里，左边屋里，下一个我跳。左边屋里，小心左边外围。就你呗，掐东西了。炸到我了，大哥在前面，二楼打了3枪。 我操，这翻不进！我他妈！哎呦，我还说救你了！我操，右边还有另一个人，说我过不来，受。脸上来了两个，两队人，好枪！ 人都看不到，嘣！爆枪！哎，他怎么不动了？不知道，舔包吧应该，没包啊。哎。哎。 这样子，我弟弟很惨，接这么多枪，大头了，再放那里打药，翻出来了，翻出来压你们去了，我不压，别给他爆点了，哇！ 我操！你他妈房子里面进了个人！哎呀，哎呀，这队人他妈摸过来了，我以为他不会。